时代的发展，我们现在乒乓球都已经可以用机器人当做陪练了，还是非常的惊喜。机器人做陪练呢，可以针对不同的人群，能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。如果后期我们的机器人还能有更高阶段的发展，就是把技战术的一些难点能加进去的话，可能对待这个专业运动员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辅助作用。